差不多了。昨天跟昨天真的比较痛，对啊。昨天那个屁股啊是怎样？好像被惊点。有没有人？几个人？不计较后果。我要结果，你说我要，真的我要。哎呦喂，我的喉咙啊！真的要乖一点，偷喝了一口红茶就要死了，我全部把它倒掉，太可怕了。这个要如果要打桶，它就要打桶。好。这好像可以吃，今天关键字是啥？周六成山路就送五十红利金，跟昨天一样啊？那不一样，昨天是红利金，是红利金。哦，有一个样利金的红利。来，今天赶快来，今天的关键字，置顶有没有打？你说看。来，今天的关键字是周六前登录就送五十红利金。我们已经送两万了。还是那个、我们已经送两万了。还是那个、周六前登录这个不用啊。啊？就是。周六前是关键字而已呢。就不用打那么。嗯，没关系啊。好。都可以。小屁啊，你好哎呦，小屁、啊。周六前登录就送五十红利金。是很长吗？不会啊。轻松。我觉得可以改成登录送五十红利金。啊，我的五十红利金啊。好，我跟他们啊是五十了，好啊。好，你是要给他喝牌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对。啊，不怕钱。你要妹妹喝牌哦。可能。你是要给客人他喝牌。五十红利金。你不用担心，好吗？客人比谁都还厉害。想还要强。还要强的是。对。客人比谁都还厉害呢。不用担心客人。你担心啊？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。对。好。人数呢？人数嘞？好少人哦。对，嗨，猪猪，对，猪猪第二名，小 B 第一名，猪猪晚安，猪猪，铁粉，猪猪是我们的铁粉，对，小 B， one two three four， 你是我的宝贝，想你的滋味，一饮作水，宝贝宝贝，我们干一杯。黑桃A，对，小 B 是第一名，对，我说你第一名哦，对，然后猪猪第二名，对，进来的再帮我们分享一下哦，刚送走修锁了，锁、啊，你昨天在、哦、你昨天没有修吗？你昨天关到现在啊、哦？吗？对啊，日本你。人呢？我们这样子都没有小游戏，那个戳戳乐都没有做，都没有小游戏可以玩啊，因为没有空啊。好，最近比较忙一点。那我们现在先来玩一个终极密码。好来，小北没上跟终极密码，现在没有开玩笑的。我不确认他们上去。妹妹，妹妹你啊，你要回了啊？所以我先开始好哦，妹妹你啊，现在吗？等我们小帮手用一下电脑。在没。先是我当小帮手了。哦，是你啊、哦。那我们现在要玩终极密码。好，来啊。怎么玩？用忙我，用忙我，用忙。好，不用玩了，要你先。拿什么？我们玩啊，你要看呢、欸。要不然怎么？要看谁那个啊？谁中哎、欸？谁中啊？你自己看，随便有。不行啊，要那个小帮手的电脑。哎哎哎，小帮手这样不行哦，小帮手。对啊，小帮手这样不行。什么小帮手？
公主这样不行啦、啊。五十红利金，关键字改了。对，我改了。好，五十红利金。那以后就用简单一点好了。就五十啊。就五十。那么就打一个送。还是金。对，来，关键字是五十红利金，五十红利金。我们从昨天到现在已经送20000了哦。真的哎，我们昨天到现在已经送20000了。对、啊，赶快哦。对，然后，哎、啊，没你说那个，啊，对，就是只有那个未结商品可以转过去新的，对，已经结了。就是你们还没结账的那个可以放到新的购物车里面，可是如果你已经结账了，就没有办法转到新的购物车里面这样子。对对对，你们懂哦。对，因为那个系统是不同公司，所以说他们不能把旧订单转到新订单。对对对对对，这要跟你们先讲一下哦。对，就是会有一个磨合期啦。对啊。对啊，忍耐一下。对啊，正常大概一个月后就会都步入正轨，新系统去了。对，会有一个磨合期。对啊。好，来我的上衣先哦，来编号几号？今天是9，10月20吗？对，10月20。来编。9。19来哦，编号19号颜色有杏白紫绿，然后这件是我们去年也卖得很好，然后一样是7788他们家的，然后他今年就出新的颜色是绿色，还有杏色哈，忘记绿，杏是新的颜色。我们去年好像是卖黑跟紫，还有桃红，哦对，还有桃红，没有，有桃红是别组的，是吗？哎。这个是卖紫跟黑，桃红是另外一组、啊、哦，桃红是烂打哎、欸，烂打。特别多我们。欧美刀。去年是卖紫色跟黑色，然后来今年呢有新的颜色。如果你去年紫色已经有买过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有绿、白、杏，都还可以做选择，好不好？来，编号是19号，编号19号，来这一件。颜色有杏白紫绿哦。对，来肩宽52，胸宽55。袖长47，袖宽19，衣长58，下摆衣长58，前面58，后面64，下摆62，然后有弹性，有，对，有弹性，它是毛巾布料哦，毛巾布料，然后它是算有点算比较偏扎实一点的毛巾布料，是就是跟去年说真的就跟去年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，对，真的是一模一样。然后你看哦，它的下摆旁边这个有开叉。下摆这边呢还有接螺纹，其实它这一件呢真的还蛮有设计感的，就算你单穿它也都很好看，都不用任何搭配，你就是单穿它，然后配一个休闲裤，配一个牛仔裤就很好看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后面这里还有一个布标，对，七七八八他们家布标，这里还有一个小口袋，这里有一个小口袋，很好看，然后后面呢穿起来还是有遮屁股的，对，前短后长，然后颜色非常的美。去年如果没有跟到紫色的话，紫色是一定要买，紫色是第一名，因为这个紫啊是真的很美很美。就算你搭黑色的裤子，它也很好看，搭牛仔裤更不用说，就是一定可以的。这个紫是真的很少会有人做像这样子的紫色，只有7788有。对，它是薰衣草的颜色啊，真的只有7788他们家才有这个颜色。你看到整个卖场这样逛一逛，这个紫他们家这个紫是最好看的。对啊，对，那如果你不喜欢紫色的人也没关系，有这种比较大地色的杏色啊，是什么？对，谁？那个嗯、你嗯、我们现在直播哦，不能打电话进来哦。对，有什么事情就是用私讯的，私讯， 对，用私讯的，因为现在的那个电话在直播。你现在讲全部听哦。啊什么？现在电话在直播，对，现在电话在直播，所以电话在直播，没有啦，不是，现在手机在直播，没有啦，不是，现在是那个这一台在，反正就是用私讯，应该说手机在我们这，小猫伙伴楼下，对，就是要私讯啦，就是要私讯，是，对，在直播的当下都要私讯，然后这个绿也很好看，其实啊，我觉得四个颜色都很好看呢，怎么办？这个很难抉择，然后我们去年已经买了紫色跟黑色，对对，我们买，然后我们现在又很想要买这两个颜色，好好看哦，这两个颜色也很好看，对，真的，好，多少钱？来，只要1480哦，秀，又误掉了，哦，我要动慢一点，真的吗？好的，电脑应该没差吧？来1480，喜欢的帮我带编号跟颜色加一就可以了哦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没有刷毛真的很珍贵，你们真的要把握。
来，毛巾布料没有刷毛，真的在下个月我们再过去的话，不是说下个月，下礼拜他们真的现在已经都在出刷毛跟针织还有毛线了，所以我们还是会去挑，还是会去挑真的是没有刷毛的，因为台湾的天气说真的还是要像这样子的厚薄度会比较适合我们。然后天气冷寒流的时候，里面再加一个刷毛内搭，阿内的喝啊，阿内的有搞啊，好不好？然后手袖也够长哦，然后手袖这边呢都是做这样子，有点 不收边，然后虚虚的。这是故意的，不是瑕疵。然后一样有接螺纹 ，OK。那我拍照喽，然后等一下再换绿色。好。我想要抱抱，抱，想要抱。来绿色，这绿色也好看呢。我觉得它的绿是算比较饱和一点的绿。这个绿也很好看，如果你下半身你看哦，搭米色裤子，这样起来就很亮，好白哦。对，很白。对啊，就是哦，肤色很白，肤色很白啊。对，其实它很显肤色啦。然后这个其实它这是拉链，知道吗？它可以当外套，真的可以当外套、欸、可是这样子穿风格很奇怪。它可以当小外套。对，它是其实它是两穿，嗯，它可以当外套跟当。就是、哦，现在里面这个小可爱，这个不要看它，你们就是可以，如果要当外套的话，也可以，就是把这样子拉起来，拉下来，然后当外套，当外套。那如果你就是今天想要单穿，你就把它扣起来，然后里面配一个小可爱，我觉得拉起来比较好看、啊、就是单穿会比较好看。我起无障碍。悠悠给我绿尾灯。这球。你没删吗？然后你这里啊，也是自己可以开这样子，也可以做一个小造型，都可以。来哦，绿色、紫色、杏色、白色，四个颜色，四个颜色，对。然后后面是有遮屁股哦，非常的好看。好，拍照。如果没有穿到的颜色都可以点菜，没有穿到的颜色都可以点菜哦，好不好？怡乐、佩佩、雅威，你们晚上吃饱了吗？假爸吗？我们今天吃汉堡包。假 A B C， 你们那边有没有 A B C？ A B C Mount 上面 A B C 上面有 Mount 啊？哎呀，没啊。嗯，东西。好。那这个嘛是叫 A B C Mount？ 有啊。希望在，无啦，唔是啦，我喜欢你希望在，希望在下开。你们那边有没有 A B C 汉堡 ？A B C 汉堡有吗？来，这里是外套，裤子就不用了哦。对啊。对，来编号二十，编号二十号，一样是七七八八他们家的外套。七七八八是这样吗？哦，小心。刚才是，就整个好像后面才改。是。我赶紧惊到。我赶我惊到你啊。哦。那就是这样。赶紧惊。哦，惊到。吓到我。有没有吓到？来，再来是外套。来，外套是不是也是他们家的？对啊，七七八八。来，外套也是七七八八家的。来，外套两个颜色哦，有黑跟绿，黑色跟绿色。对，编号十，编号二十号，编号二十号，编号二十号。帽子超大哎。对啊，我喜欢大的帽子，这样看不到。谁关电灯？没有。那帽子超大哎。然
来编号20号，来颜色有绿色跟黑色。对，来肩宽55，胸宽67，袖长48，袖宽27，衣长前面57，后面61，下摆76公分哦。可以穿到 XL 以上哦。可以，然后我跟你说，他们是两层哦。里面呢，现在天气会真的会凉了。里面它是还有一层棉，外面这一层它是衬衫棉，它是两层，所以它这个穿起来是会保暖的。来，编号20号，它穿起来很有型哎，它是前短后长的外套哎。然后下摆啊，这里哦有抽绳，下摆是整一整圈都有抽绳。然后后面，阿妹，这个是 gay 口袋哦。装饰的，装饰的，这是假的口袋。然后旁边这里啊，一样有他们家的 logo 小布标，对，七七八八的。然后前面的口袋就是真的咯。来，这是可以用的口袋哦。然后上面还做一个盖子，它口袋其实做的很特别，像这样子的口袋啊，他们是不是都会做，就是像方形的？可是不是哦，你看它口袋是做这样，所以啊，你就不用特地说要去掀这个盖子才可以用它的口袋，就直接从旁边这样子进去就好了。对不对？直接从旁边这样进去。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钉管你是不是很细的管，还开档意思。对。可是你看哦，它从旁边这样进去就可以了。前短后长，来，颜色有黑跟绿，黑色跟绿色，两个颜色都是算基本色，也都是很好搭的颜色。然后它的拉链啊，五金哦，来，你看上面这里啊，还做这个用那个衬衫布的面料，然后下去做它的拉链。来，穿起来前短后长，前短后长。然后呢，我的绿色里面是配灰色，黑色里面是配深灰色，深灰色它两个颜色的配色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外套算轻的，它不会很重，它是算轻的外套。然后我跟你说，外套真的有帽子非常的 OK。有一些妈妈们真的不喜欢穿有帽子的，我觉得有帽子真的很好哎。因为有帽子穿起来感觉比较年轻，然后就算你去外面风很大，其实你都不用再额外再戴帽子了，你直接戴外套的帽子其实都可以遮风，好不好？遮风遮雨都可以。它是算有型的外套哦，有型的外套。来，编号20号，谢谢立纯。我们线上加一有抽惊喜福袋，然后惊喜福袋里面的内容哦，不会让你们失望，好不好？不会让你们失望，虽然我们还没有准备啦，可是我们现场我们会准备，昨天抽两名，然后今天也抽两名，我们会抽惊喜福袋两名哦，好不好？两名，所以你们喜欢的就在线上加，这样子才有机会可以抽奖。如果你在线下加，你就错失了这一个惊喜福袋。中惊喜福袋的机会了，对不对？来，编号20号，对不对？20号。对。来，这一件打折下来是2070哦，可以穿到 XL 号，绝对没有问题。然后你看它的手袖也够宽，所以里面就算你穿连袖或者是比较厚一点的衣服在里面都是可以的，不会卡腋下，不会卡，都不会卡腋下。你看这边空间还这么的大。所以你们在套的时候都很好穿，没说你一定要优劣外套，完全不用，好不好？然后手袖啊也够长哦，我跟你说，我穿起来够长，你们就是够长，因为我觉得外套啊手袖要够长才会好看，才会穿起来有点很像在穿小孩的外套，因为我很多外套就是这样，手袖不够长，就那穿起来那个味道就是好像少了一个味道。下摆有抽绳，有拉链，该有的都有，好不好？ OK， 那我拍照咯。那如果你们我要讲什么？如果没有穿到的颜色，可以点菜。点菜。对，可以点菜，还是要再换个黑色呢？我先拍绿色。欸，真的很可爱耶！有没有人在啊？线上86位，我们现在人数是不是有在退步啊？我们人数是不是有在退步啊？为什么这样？跟我讲是吗？我们人数是不是有在退步？可是业绩有进步，很奇怪哦。所以呢，人数不是问题，对，业绩才是问题。好，是这样吧？人数也是啊。哦，好好好。
黑色哦。其实两个颜色都很好看哎、欸，你们真的就是，如果啊，我想什么？如果你们深色衣服多的人啊，你们就加绿色；浅色衣服多的人，你们就加黑色。两个颜色都是耐脏的颜色，真的外套就是要选耐脏的颜色，因为外套不可能很常洗啊，对不对？是，哎呀、啊，来黑色，啊喵喂，我是嘛就好看呢。对呀、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真的七七八八他们家的外套真的穿起来掉在那边，你真的都会觉得它没感觉，真的没感觉，你穿上去那个版型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会给你小孩，还有给我小孩啊，看不到吗？啊？然后就是那个啊，他会寄给你，跟你的小孩啊，我跟我的小孩啊那样。是下面吗？来哦，这样子，然后后面这样子哦，这里哦，这个口袋其实它你看哦，它黑色，可是它的装饰的，就是这个后面这个装饰的这个，其实也都是看得到的，不会说。整件都欧骂嘛，然后这里一样的有一个他们家的 logo 布标，我再远一点，好，来，够远吗？好看，这我要出去，那太远了、哦，这样子可以吗？这样看得到吗？可以，这样看得到啊哈，看得到，可以啊 ，OK 啊、哦，那我拍照了，好，没问题，啊，恁食饱未啊？食饱，应该食饱，还是恁即摆在打下班啊？你们吃饱了没？都没人回答我。可以看黑色拉链全拉的感觉吗？可以呀、啊。哦，我跟你讲哦，我等你下来做差，我加大点做差。那是咧上上计嘛吼，是啊。来，它拉起来是算立领哦，吃饱了，它穿起来拉起来是算立领。如果你今天骑车，脖子也比较不会吹到风。是，嘿，吃饱了哈。哎、欸，还好你没有回我哎、欸。他们以为线上85位是假人，你知道吗？81。哦，81是假人，假人，假的人。刚下班回到家而已。失控。好。来拉起来，它是这样子，有护脖子的，立领的。假扮立领的，拉起来是这样。哎、欸，真的很像那个什么外套啊，很像飞鼠那个外套。飞鼠。我们今天吃很罪恶的食物，汉堡，然后还吃汉堡，对，然后还吃薯片。哦，薯片真的很好吃，哎、欸，薯片超好吃哎、欸，它的薯片好好吃哦。那是炸的哦。对啊，还是烤的？炸的啦，烤的怎么烤？好，来我拍黑色。线上加一，我们抽惊喜福袋哦、喔！对啊，惊喜福袋哦、喔！孙奈抽到，孙奈有来无？孙奈讲，伊伫下骹留言讲，两年没送了啦。孙奈恭喜呢！我一定会准备较好诶。我哩。来，编号来到了。21号，有没有很好看？有没有很可爱？有没有可爱啊？来啊，编号这一件上衣啊，有两个颜色，它是衬衫棉的布料，衬衫棉的布料哦。然后呢，我看一下，没有弹性，然后它这边是接蕾丝。它前面是接蕾丝，接到后面啦，有没有？整圈都是有蕾丝的。然后我觉得它就是你可以上班穿，或是今天你有场合的时候就可以穿上这一种。然后配上这种五分裤，有没有？五分的马裤、西装裤之类的，马裤、西装裤之类的都可以。我觉得它这件上衣很好搭配，
很好，让你可以就是，你看哦，像这样子配也好看。我觉得这种上衣啊，就是它是百搭的，就是你下半身配西装裤、短裤，或是配上裙子起来也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哦。推荐你们也可以加，好不好？推荐你们也可以加。编号我看一下哦，编号是20号吗？21好。编号21有黑跟白，有黑跟白，来肩宽39，胸宽51，袖长58，袖宽22，长度15公分，下摆51公分哦，没有弹性，没有弹性。来，价钱是1540，可以穿到 L 号，可以穿到 L 号的哦，哈。两个颜色，黑跟白是衬衫棉的材质，然后它的特色就是在它的领口是蕾丝，然后后面你看。它就是整排是扣子的，是可以把它打开的哦，它是可以打开的。重点是我觉得它的长度刚好在这边，所以你下半身你配什么都很好看，都很适合哦，哈。当牛仔裤也好看，价钱是1540，两个颜色哦，两个颜色，乃是这个牌子的，这件诶，哎，材质真的很好，而且它是薄款的衬衫棉料，薄款的衬衫棉料，然后你看它的下摆有够这一半，有没有？它有加强在下面这半，然后后面，我觉得它的大小刚刚好，大小刚刚好，啊，喜欢的赶快加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先拍照哦。颜色也很漂亮，它是红，它是红，然后它的纹路就很像千鸟格的感觉，它的纹路好像千鸟格哦。然后呢，它就是挺布的哦，挺布的，有弹性。你看它弹性真的还不错，它的弹性真的还不错哦。然后前面就是平的，它前面呢就是白，后面是有松紧带的，后面是有松紧带的两个口袋。我跟你说，它的布料真的是挺布的，它不是那种薄款的哦。然后它摸起来，我觉得有点像 Kelly 的感觉，可是也没有那么的毛，哦，也没有那么的毛，就稍微表面有点这样子，像萌萌，弹性不错，然后版型很好看。它前面这边有做两个 Q 键，它前面这边有做两个 Q 键，而且它穿起来小腹多平啊，有没有？它整个是平的哦，整个是平的，都没有那种哎泡泡啊或者怎么样，完全不会。它的材质真的很好，然后觉得这个颜色也很漂亮，这个颜色穿起来也好看哦，穿起来也好看。有赞助他不行，他在台北。台北。所以我要下礼拜改礼拜二啊。灰色哦，又打黑，要打黑，对，22，我是这张裤子嘛，对，裤子是黑色哦，是黑色，对，要打22黑加1，然后还有这个是红色，来这一件我跟你说可以穿到 XL 号，可以穿到 XL 号哦，可以穿到 XL 号，因为你看它的布料
然后我刚才拉，哦，它其实可以穿蛮大的啊，它可以穿到 3L 哦，哈，它腰围有到53公分至54左右，所以它是可以穿到 XL 号的，真的很好看。所以你们喜欢的话，而且重点这件裤子板子，你们真的会穿起来会真的很喜欢的，好不好？它只要多少钱？我的那个粉丝1240哦，1240而已啊、哦。对，不凶呢。哎，这件你们喜欢的真的可以加，因为它穿起来，你看哦，它穿起来版型真的很挺，真的很挺。你看我这样穿，它版型真的很挺。然后如果说不要折的话，你就把它放下去，让你们看，就是一边有折，然后一边没有折，然后看你们喜欢有折或没有折都可以。重点是我觉得它配靴子起来也很好看，因为秋冬嘛，你配靴子起来也很好看，好不好？配靴子起来也是好看的哦，或是像。你看哦，黑色啊，如果你觉得上衣你不要白色的话，你也可以这样子配，我觉得配起来也会很亮，因为它的裤子没有到很黑，就是它是有那种千鸟格纹细格的成分在里面，所以它没有到那么的黑，没有到那么的黑。你们喜欢真的可以加，因为我觉得它的版型真的很挺，我跟你们发誓，它版型真的很挺，你们真的会喜欢，然后可以穿到 XL 号。可以穿到 XL 号哦，可以穿到 XL 号，整件版型都，整件的那个布料是有弹性的，是有弹性的，喜欢的赶快加一。好，我先拍照。这条红糟款，现在我刚穿这号，阿哥你拢无咧穿中号吼？我刚穿中号有无？工装是你自己的菜，不会刺刺的，雅珍，它是非常柔软的材质哦。刺刺的的 body 的 body 外形固定，因为我也是会怕刺的那一种。然后它里面是没有奶粒耶，所以雅珍你们还了，因为它的布料是棉的，是棉的。然后呢，是我刚才说它像 Kelly 的感觉，是因为它的型，还有它就是稍微有点毛毛的一点点，有没有？它的布料是有点这样毛毛的，比较像秋天的布料，然后是有弹性的哦，有弹性的，不会刺，完全没有刺的感觉，一点刺的感觉都没有。来，喜欢的赶快加、哦，那我要先拍照哦。是，那最喜欢。它的版型真的很好看，而且好便宜。你弄稍微红起来吗？是吗？你们是不是去请客啊？请客是吗？应该只有我们对面而已啊。那么长五啦，长五现在就99重阳节。长五吗？毛皮假的。哎、欸，奇怪，那我们两个怎么没去啊？那65岁啊。哦，差不多啦。99重阳节是要那个65岁。重阳，我觉得我们差不多啦。99重阳，先吃起来放啊。先吃，也再去酱各个红包，然后你啊，先吃起来。好，来，我的横条上衣，来，我的横条上衣，来，面料超好哎、欸，面料超级好，来，是 Rico 家的 ，Rico 家的，看不出来是他们家的，对不对？领导来这贼。这看不出来是他们家的嘞，真的，来 Rico 家的哦，来材质呢是毛巾布料，然后我现在穿的是白，然后还有绿，白色跟绿色，白色底色呢它是米白色，然后配黑条，这个是绿色配黄条，绿色配黄条，来这一件编号是23。来编号23号，来这件打折下来是940，很好，Rico家的，来打折下来是940，肩宽39，胸宽50，袖长50，袖宽20，衣长65，可以穿到 L， 来建议尺寸穿到 L 号，建议尺寸穿到 L 号。
后面也是横条，前面也是横条，然后它的横条就是从这边有没有？从这边开始，这边上面是竖面，这个颜色其实也很可爱，这个颜色是比较亮啊，比较特别，比较亮。然后我这个颜色是算比较基本色，来打折下来是940，然后940，那我们就建议穿到 L 号就好咯。然后它是有弹性啊，毛巾布都是有弹性的 ，XL 穿就是合身，然后你就是自己斟酌看看，好不好？基本款这个呢，你就是可以单穿，然后也可以当内搭，外面可以再罩背心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然后我来看看有没有背心，好像没有背心，对，只有我身上这一件。或者是你可以外面就是可以罩这种外套，可以把它当成内搭，然后外面再配这种外套也可以，这样子搭也好看，这样子搭也好看，是呀、啊欸，就是可以把它当成内搭，然后外面你就可以把它想象这个是背心，好，然后外套也可以，然后这个就是这样子有一个对比色，这样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的单调，对不对？好吗？你们今天口袋都没有打开诶、欸？对，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口袋都关起来。只有我们两个有打开过而已。我从头打开到尾，没，不是不是，没有关起来过。我们口袋是没有关起来过的。有没有这样子搭？这样子搭很好看。救命啊！这件外套要买。真的要买啊！我觉得很好看诶、欸。这外套这种外套真的穿得到啦。我看到这种外套都会欲罢不能诶、欸。真的哎、欸，每次看到这种外套都会觉得哦天哪、啊，就很想买。对啊，不买就很难过。有外套有卖，等一下会卖。这外套要买，我们自己自留了，自留。还有一次这个颜色也超好看，这两个颜色都要买。别不敢啊，我说哦阿文、啊，你穿那个紫色好美哦。哦，这个我的色啊，可是我也很喜欢绿色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我觉得绿色穿起来很白哎、欸。是小朋友才做决定，包色选择啦。哦，哈。是小朋友才做选择，是小孩才做选择。包色，包色，包色，我把口袋缝死了。好呀，小 B， 不要这样。嘎德高配来，小 B， 来嘎德高配来，我拿剪刀把你剪破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现在的厚薄度真的要先买了。对啊，不要考虑。哎、欸，你知道我们现在挑衣服很难呢、欸，我们现在挑衣服真的很难挑哎、欸，因为。韩国他们真的都出真的好厚、哦，很厚很厚，你们要买吗？不要啊。对啊，连我们自己也不买很厚的衣服，对，因为穿不到啊。真的，因为我们自己不习惯也穿那么厚，我们就习惯就是像这样的厚薄度，然后里面我们自己配双毛内搭，那个什么发热衣，我们会这样子穿。这外套上次有卖过了，啊、你得捆。我们上次没有卖过这一个，我们上次卖的那个是比较短版，然后下面有抽绳，然后比较宽，然后这个是比较。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小 B， 认真看，不一样。你看这个后面有补丁呢，上次那一款没有补丁吧？没有，没有。好，就下面还有很多件的。对对对。对呀、啊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赶快哦。我们不一样。嘿，哎。哎，对对对对。我们在这里，在这里等你。我们不一样。对对对，真的是不一样哦。哎、欸，我们来说说，我们可以用破百好不好？我觉得拜托破一个百嘛，可怜呐，永远都破不到百、欸。对，都很相似。小 B， 好啦，算你过啦，因为同一家的。啊、穿黑色、喔，黑色？没有黑色啊。你说这件的黑，还是那是绿哦、喔？绿、欸，哎、欸，是绿哦、喔。好，我等一下换绿，好不好？这是绿哦、喔，它是算绿色配黄条啦，绿色配黄條，这个颜色其实也很特别，因为这个颜色是不是很常看得到？对啊，对。如果你想要挑特别一点的颜色，其实这个颜色，它是有点像芥末绿。小 B， 好，算你通过了，算你通过，是可以啦。OK， 那我先拍，这几套，23。哎、欸，我真的不能喝饮料哎、欸，我刚才，你不会先这么早就狂喝？我刚才偷喝了两口还三口，我嘛在喝红茶，可是。我不是这样喝哦，我还倒在我的水壶里面有稀释过哦，我有稀释过哦，我跟很多水混在一起哦。我刚才咳，还一直咳嗽哎。嗯，我真的惨了，我是不是从此之后我饮料都不能碰啊？跟饮料绝缘。
那你去韩国怎么办？也不能喝饮料，只能喝水。怎么办？他喝水也是冰的、欸。那我会哭哎、欸！你们那边喝饮料，我这边喝水，我把自己搞那么可怜。你也可以喝啊，只是说不行，你要同进退，给我喝水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喜欢喝水。没有同事爱，我真的不喜欢喝水，不要逼我喝水。要不然你就给我躲起来喝，不要在你面前喝可以、啊。对。不要把我在你面前喝，我都打你。我要去喝咖啡。哦，咖啡我可以的吧？对啊，咖啡可以啊。不要喝冰的，我喝热的。我跟你说，咖啡真的好好喝。山不转，路转。对啊，饮料不给我喝，没关系，我喝咖啡。可以啦，咖啡可以啦。那天我跟你当，你去买那个蒙橙，买个贡啊，买那个蒙橙，买个贡，边仔卖蒙橙，伊那天卖蒙橙，伊那卖皮，卖皮，我拢唔知啊。卖皮，我伫边仔一边食咖啡。借问你蒙橙边仔敲上来啊？是啊，是卖皮，买个贡，贵起但是买个贡。会啦，会当个即个爱出去食好食。我无去过，唔是啊，我无去店，是无去过。伊想要食好食当诶，好，没问题。立马，你先扫下。哎，立马订那个韩友给你吃，给你补回来。买个狗。会啦会啦，你前面你十个月去拢嘛食会着。前面不是不是，上礼拜那一段全部都给我剪掉。不要这样，勾起我那个不好的回忆，伤心的回忆。所以我要去日本了，你们自己去就好了。哎，真的会吓到哎！我现在如果下趟我去。下一趟我去高雄机场，我会惊哎！对啊，我怎么可能换那一块？我就会，我有有点阴影的耶！我就回想我那一次我那一天在这里，然后会怎么样怎么样？对，会啊，会有那个感觉。我现在对大阪有没有真正不好的印象？对，真正会惊到。对吗？哎，你知道我准备的多完美啊！我把我行李箱整理的多完美啊！什么衣服、什么鞋子都配的哇碎耶！金嘎这和桃木啊嘎好啊！啊，有个水当当啊，然后好，明天要去韩国了。什么？去到韩国？对，去到机场，去到机场完全人不行了。对啊，完全不行哎、欸。然后你知道我回来在那边弄自己的行李啊，那边哼哼，哼是一场空啊，对，一场闹剧啊。对，好啦，哎、欸，我这个拍了吗？我快点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又离题了啊。那个 KY 黑色，这不是黑色哦，这个是绿色，这个要打绿色，绿配黄，绿色配黄色，绿配黄条，这个颜色其实也很特别，好不好？就是你们想要加特别的颜色啊，就是可以加这色，然后想要柔和好搭的颜色，你们可以加白色。再来是我的裤子，来裤子呢？对啊，这今天两个颜色，我现在穿的是灰色，灰色，但是有点像那种工装裤。对啊，今天好多，很流行嘞。对，今天很多。然后以前我经常都喝垮。对，这个是阿玲的裤子，就是外裤。对，他很喜欢工装裤。对，就是比较宽宽的那一种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不会买的裤子。对。可是我先生有哎，我先生有这种裤子哎。还绿色的，跟这条很像。随便几条，请赶快啦！我不爱，可以试试看啊。情侣裤吗？对啊，我先生也很喜欢工装裤。我觉得灰色很好看。灰色哈，嗯，我喜欢。它是有点，这是深灰。我喜欢灰色哎，深灰色，然后绿色，我觉得两个颜色都好看哎。我觉得好好看啊。嗯，两个颜色都好看。来，旁边呢就是来。我现在很缺长裤啊。可以啊。没有，不是，我是缺钱。谁不缺钱？对对对，我缺钱。这世界上谁不缺钱？对不对？对。要看一下哪一件？就那个电话号码哎，来编号号二十四。二十四，好。世界上最会不见的就是白亚了。二十四。哦，没有吗？我放个绿。可是我刚才穿的时候就没有看到24了，有别到吗？有别到吗？有别到吗？没有别到。没有别到。对，那样写的。我写的。用什么写？这里有。哎，我不记得啥，我不会连字。换羊的之前要用。用折的。用奥的。用折的。来，我去换的绿色。我去换的绿色。
来，这个绿其实也很好看哦。刚才是灰，然后这个是绿，这个绿没有哦。其实两个颜色都好看，然后也可以这样子搭，上面是搭横条，然后后面口袋啊，哦，后面没口袋，屁股是没有口袋，它的口袋就是坐在大腿两侧，然后上面也有口袋这样子。来，编号24号。好蠢哦！啊，就走来走去。啊，迄个无熟。来，编号24号。不要，好。来，打折下来是1540，打折下来是1540。腰围呢是35到53，臀62，大腿30，小腿26，裤长87，打折下来是1540。1540，对，运动好啊。五三哦，到五三哦，好啊。对，那我们就抓到穿到大 L 就好了，穿到大 L， 它的面料是没有弹性的。然后腰围呢有弹性，可是我们就是它的面料没有弹性，我们就是抓到大 L， 好不好？抓到大 L， 好了，喜欢的人自己加哦。我不爱给你啰嗦啊，卖别人啊，我不爱给你逼啊，做袂到，不是准备安静，宝贝，高兴不？哎，还是来生病掉，我希望人格分裂。人民妹妹，有点人格分裂，有点人格分裂，来吧，那我拍照了，你们开心就好。可是现在买的厚薄度真的比较 OK 啦，因为再过一阵子真的超厚。深灰，对，啾啾是深灰，深灰这个灰好看，这个灰也很好看。对，我喜欢灰色。第一个颜色是这色啦，第一个颜色我们都会先穿第一个颜色，之后会穿自己喜欢的颜色。那如果你真的是灰色裤子有的话，其实绿色也可以。我觉得两个颜色都各有千秋，好不好？各有千秋。何况何况工作裤，而且它很好穿欸，没有刷毛哦。现在你看哦，都还没有刷毛哦。连一点点磨毛也没有，然后所以这个厚薄度是真的比较适合我们台湾的天气，真的。你看现在已经几月了？十月，快要十月底了呢。十月中好，十月中。对啊，20号十月快要十月底了，对不对？快要十月底了，然后你看哦，我们穿到冬天的衣服才几个月？11、12、11、12，顶多穿到二月底、三月初。4、5月吧。啊，有冷那么久？有冷那么久吗？我们有冷那么久吗？没有冷那么久，有时候会吧。有时候，好了，有啦，对啦，韩国啊，春天熬不心，因为有时候春天啊，有时候春天真的会偶尔会有个一两天会很冷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偶尔会有一个一两天会很冷。我之前3月份也有下雪过，哪里？哪里啊？不是的，你家吗？成功路。哦，哎，下雪叫我，我要去看。因为阿里山啊，山上啊，3月份不是还有下雪？哦，阿里山，我跟你现在天气也变得很奇怪啊。我觉得厚的啦、薄的啦、短的、长的，我觉得都要先备起来，好的。对啊，没有没有，重点是好看最重要，好看就先买了。你要不要等到时候你要出去玩，才没吹薄纱？嗯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换下一款。好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横条衣服真的都没有什么特色可以讲，然后我还要绞尽脑汁一直讲一些废话，啊、我真的是。那我等一下怎么办？我也是横条。没有，至少你有型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真的是功力耶！阿宇真的很厉害。台湾比较慢冷，对。韩国今天现在九度了。哎，韩国现在很冷哎、啊，我下个月去我刮死。现在是9度了嘞，韩国现在最低9度哎、欸，我觉得12月去会更冷。我们三个啊，有遇到-23度。不要那么冷，拜托。你知道吗？那个有没有？就是我们穿外套，然后手在外面有没有？哇，就是会麻麻的。
没办法在外面超过两秒。然后那时候你记得吗？还下雨，我们两个底下的对，叫别人跳个叫不？然后你我们三个差点冷死在韩国，真的好冷哦，那个负哦，体感负23度，对。你有没有在那种最冷最冷的时候在外面过的？刚好遇到他们的寒流啊。有果粉遇到过-23度的吗？有的来帮我打有。有没有人就是遇到那种-23度的？真的很冷，真的很冷。来哦，编号来到了25号，来是四恩五他们家的。4N5，然后出新的颜色，颜色呢没有，但是很想体验看看。雅珍，你把冰箱里面的东西全部拿出来，然后进去。要冷冻库啊，冰管的冷冻口，你打开有没有？然后头伸进去，然后大概10分钟再出来，你就会觉得哦，那个就是很冷了。来哦，编号25号来，新的颜色，4N5他们家的颜色有什么色啊？蓝跟粉，蓝跟粉，我身上是蓝，然后这是粉色，它是粉色哦，我们就是以这个中间这个粉为主，好不好？然后我这个是蓝，蓝咖绿，阿奈阿娜，藏王树冰，我也很想去，哦、有啊，在那个、啊、那个很美，那个在日本的北海道，北海道那一天的哪里？我看人家拍哦，天哪，哦、那个树啊都、就是这样子的、啊，好梦幻哦，好梦幻，可是我觉得太冷了，会冷死哎、欸。我们上次去北海道也很冷啊，对啊，超冷。对啊，是没有去到藏王树那一种。我觉得藏王树那边好漂亮，漂亮，大家坐那个缆车起来都会拍，有没有？来哦，这个颜色也很好看，就比较亮。然后你里面就可以配那个内搭，昨天不是有卖一件内搭吗？竹节棉，竹节棉，竹节棉，竹节棉的内搭，日本的东北哦。来哦，你可以配内搭，我觉得配内搭也很好看，或是配我等一下里面这一件就是宽宽的内搭也是好看的哦。两个颜色，然后呢，这里啊，4N5他们的布标在这边，有没有？就很有型啊，就他们家的布标就是会，不知道黏在这啊，不黏旁边啊，就是他们就是会随意就是看车哪里这样啊，今年就是车在左下角，有没有？然后它颜色就好看，然后布料就是薄款的那种，他们的棉，有没有？没有刷毛哦，没有刷毛真的很珍贵哦，好不好？编号25号哦，编号25号，李哥。理由啦，来两个颜色，蓝粉呢，它肩宽47，胸宽70，袖宽34，衣长前面58，后面62，下摆67公分哦。来，只要1290，只要1290哦。喜欢的要帮我打25蓝+1，25粉+1，好不好？25蓝+1，25粉+1。他们家的就是比较实穿，重点是它 CP 值也很高，就是里面你要配长袖、配短袖或是高领的都可以配，都是可以配的，好不好？两个颜色哦，喜欢的赶快加一，或是加二，好不好？这样子两个颜色哦，这个颜色，然后或是像这种颜色就很亮，有没有？这种颜色也很亮，两个颜色都好看，看你们喜欢什么颜色啊？我先拍照哦。感谢感谢，谢谢。感谢大卫，大卫，大卫。怎么今天讲话太怪呢？给我救一下。不会好了啦，啊，不会好了，不会好了。哦，抱歉。哦，好在你弄到我身上。不好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他跳河自杀。对啊。跳河自尽。来，编号26号，水洗棉，然后也是这一家的，有没有 B 开头这一家棉 T， 他们家的棉 T 其实全部都是很像水洗面啊，像我昨天穿的那一件，有没有编号？好像2号吧，还是3号？汽车84吧，昨天那一件应该是84，也是他们家的。他们家其实布料都很好，重点是我们喜欢他们家布料，是因为它比较薄，没有别家那么的厚，因为有的太厚真的穿不到，所以我们就是尽量就是挑选比较薄一点的棉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薄？就非常适合我们这边的天气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它是水洗的颜色哦，颜色很好看，它是绿色，跟我身上这个是，什么色？咖麻咖，还
咖绿。它是绿跟咖两色。哦，绿跟咖嘛，就有绿跟咖两个颜色。然后我这个咖啡色也是水洗的颜色，水洗的哦，这个都是水洗的颜色，颜色很好看，就是比较大地色。今年就是很走这种咖啡色系的，所以你们喜欢的话都可以加。然后它这边有做一个大口袋，不收边的，有没有？它上面是不收边，是故意的哦，是故意的。然后你看它手袖也是那种不收边，不，那么收边啦，它是故意的，是故意的。然后它领口就是那种螺纹，接螺纹，它只有领口是接螺纹，然后下摆啊，它这边是有接一块，哦，搁接一块布的感觉，有无？我觉得它版型是素素的好看，素素的好看。来，编号26，编号它是无弹性的、哦。有啊，有弹。可是这边写无弹。啊，它蹬不掉，蹬不掉。来，编号26号哦，来，它的肩宽58，胸宽63，袖长50，袖宽19。一长61，下摆56公分，可以从 S 到 XL 都可以穿，不限身形哦。因为它就是宽宽的，它这种就是穿宽宽的。然后我觉得它的布料就是薄款，非常适合现在穿，非常适合我们台湾的现在穿，好不好？一件只要760元，一件只要760，我笑不啦？笑啦！大婆啊，爱的鼓励起来。对啊，喜欢的赶快加一。那我先拍照咯，慢来了啊，对，较紧的哦。啊，不来不来，愈高呢。那个有客人说不想要登录新系统，为什么？就是他不想要登录。如果没有登录新系统的话，他怎么买？对，要怎么买？你说那个就是好，就是如果啊新系统啊，新系统。我觉得不会登录的话，你可以问朋友、家人，对啊，可以问一下。嗯，对，就是一开始登录这样子，后面就 OK 了。有的客人很念旧啊，啊，雅琛说有的客人很念旧，哦，他就想要在那边旧的系统，不想移到新的系统，就很像人家叫他下来，有没有？就是赶快搬，赶快搬，不要，我还就是要硬在那边。那真的不知道怎么讲哎。对啊，没关系啊。可是我们旧的，没关系，就是我们一样会帮你们入账，然后帮你们接单这样子。可是就是你们登录的话，就是会有红利回馈嘛。对啊，如果没有登录的话，就是没有红利回馈这一点，对的、哦，就看你想要被还是要登录一下啦，真的。对、啊。然后就是如果你是使用上就是不会操作的话，都可以问我们，然后或是打电话来啊，你可以打电话来，小帮手会教你，问儿子女儿都可以。对啊，如果真的不会也那也没关系，就是我们会帮你服务这样子。对对对，服务到位，我们奇异果就是帮你们服务到位的那一种。今天呢，今天会领导你啊。今天我刚查无去领导来用。对啊，嘿，今天呢，就是你如果不会的话，都可以私讯问小帮手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下一组喽，还是你啊？对，这个是奈良美智的，对不对？嗯，你们很可爱，一个爱心，来两个颜色一样是水洗的面料，我是杏还是咖啡啊？杏，我这个颜色杏，然后穿的是灰，都是水洗的面料，我都是水洗面料。奈良美智，川久保玲吧？川久保玲，川久保玲，保龄球，没事，不用管我。好了，我也不懂，就是你别看他在忙，他也是有在注意你的。嗯，好可怜啊，没事，我没讲。I watch you 哦 ，I watch you 哦，有四粒目睭呢。对啊，是的，我也怕。对啊，他两个眼睛在那看电脑，然后两个眼睛在看我。用旁边的眼睛看你。川久保玲啊，川久保玲，有没有这个？然后好可爱，又是爱心，然后这个颜色我觉得也很好看，它是那种杏色，然后一样是水洗的颜色。然后我身上是灰，然后也是水洗的灰，好不好？水洗的灰，然后整件啊，我看一下有没有弹性哦，弹性。哦大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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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裤档35可以穿到 XL 号，只要1130，有没有很便宜？川久保玲的呢，对不？
这一件很好看，然后重点我觉得它的弹性真的很好，它整件弹性有没有？你看，有没有？整件弹性，然后布料弹性也很好，然后重点是它的长度，重点是它长度有没有？然后是因为我习惯会把它折两折，我不管穿什么裤子，我都会把它折起来，我觉得很好看。然后只要1130，真的很便宜哦，真的很便宜，这个你们真的要懂买，而且它没有刷毛，它的布料非常适合现在穿，就是非常适合冬天。如果比较冷的话，里面就是可以配内搭裤，好不好？里面就可以配内搭裤或是裤袜。它真的很好穿欸，然后你看它后面卡成两个口袋，腰围真的很舒服，超舒服。这个你们不买，你们要买什么？哦，还要勾这股，给你哦。来，编号27有杏色跟灰色，有杏跟灰。喜欢的话要帮我打27带颜色加一，好不好 ？OK。好，拍照。快抓狂喽！因为都没有看到人家呢，奇怪是不喜欢吗？是不是啊，雅珍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换一个。再来是我的套装，紫苏威啊，对，来套装，跟我昨天穿的很像，对不对？是，来颜色有杏、黑、蓝，对吧？黑蓝黑灰，哦灰啊，那我身上就是灰，灰，它有点灰蓝灰蓝哦，它的颜色是算有点灰蓝色，带一点蓝色在里面，然后有杏色、黑色。然后裤子呢，跟上衣的材质都是一样的，裤子跟上衣的材质都是一样。来，可以穿到 XL 号，编号几号？28。来，编号28号。第一页的那个第一个，对，素面帆布套装。来，这一套只要690，拍手，拍手，太小声了吧，你们是没吃饭哦？对啊，叔叔，那个灰色有加到哦。工作裤有，有24灰有加到，有加到，就有加到。来，这一套只要690哎，各位姐妹，小鸡啦！啊，我是什么代志？690，这爱干啦！这一套才690，买起来这困衫，困起这死嘞，笑哎，困起这么宽裤啊，上困的穿宽裤。哇，我直接困冬天啦，困穿宽裤哦。特别的，好，来，杏、黑、灰三个颜色真的都好看，真的都好看。那如果我没有穿到的颜色，你们可以点菜。黑色就基本色，一定是瘦啊。对。然后杏色，我昨天已经那个套装我有穿过这两个颜色，我今天就穿的灰色。好，穿的灰色。OK， 然后我练一下尺寸。胸宽来，胸宽64哦，胸宽64。袖宽20，衣裳前面59，后面66，可以穿到 XL， 而且啊，我跟你说还有弹性。然后它的面料啊，是很像那种雪纺的那种面料，然后上面有这样子，有没有？近看，它是有一点纹路的哦，
它有点让很像水波纹。我形容的有没有很好？什么纹？水波纹。有没有很像水波纹？嗯，有。对，有水波纹。然后前短后长，旁边还有开叉，后面还有遮屁股。690，你可被扣颅吗？一头领，这没扣完吗？而且我跟你说，就算你分开穿也很好看。这个你来配你自己的牛仔裤上衣哦，来配你自己的牛仔裤也可以。裤子上衣自己配一个短版微合身的衣服也可以。我跟你说，这一套 CP 值真的很高，而且我跟你说材质很好，材质很好，完全不刺不硬，然后是舒服的、亲肤的。现在里面有没有就这样子穿个背心而已？所以实际帮你们感受得到，好不好？它真的是舒服，是亲肤的，可以穿到 XL， 可以穿到 XL。哎，我看看裤子可不可以？哎，可以可以可以穿到 XL 哦。然后裤子的尺寸呢，腰围是30-70，根本修好。70，拉到尽力了。71，大腿36，小腿34，裤长86，裤长86。Grace， 你来呀、啊！来，你看，真的可以拉到70啊！我不好意思拉到那么夸张啦，反正就是可以穿到 XL， 上衣、裤子都可以到 XL， 绝对没有问题，690而已。可是不好意思，它没有口袋。对，没关系，690不用口袋啊，我们就背包包啊，对啊 对， 对，就背包包，拿包包，拿包包就好了。然后后面是有遮屁股的，它就是走一个慵懒风路线，好不好？走一个慵懒风路线。那我现在穿的是灰色哦，灰色。灰色，那么就是如果觉得衣服太长的话，也可以稍微这样子扎扎一下也可以，然后放下来也可以。然后它就是宽裤，然后你合起来就很像裤裙，很像裤裙。那其实它是宽裤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拍照喽。好。还有想要看什么色啊？都没有人点我台哎、欸，可以点台一下吗？可以摇一下吗？他就很努力在刷关键字。对呀、啊。好。马上播放 Apple Music Play。Apple Music。Apple Music。有想要看什么色？哦，两个声音呢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没人要看了，那我下台了。下台一鞠躬。好。那我们可以玩小游戏吗？好无聊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，现在75来，终极密码好了啦。来吧。啊。嗯。我用这个写。这样没有吧？没关系，我用空白纸好了。蓝，这套没有蓝色，这是算灰哦。你要打灰、你要打灰色。然后实际啊，实际你收到的颜色是算蓝色，没有错。它有点蓝灰，蓝灰的颜色。以及你帮我打28灰+1，28灰+1，好吗？来，好的。28灰+1，这个690真的，这个真的不用让我讲那么久了，690。好夸张哦，那么价钱。1-85，来1-85，很快哦。终极密码送小礼物。对，1-85，1-85。我们人数退步很多哎、欸。好、哦，对啊，没有啦没有啦，是在韩国人数稍微比较多，在台湾不想看吗？对啊，你们是喜欢看我们在韩国就对了。几百了，这我靠，一共几百了。他们也在玩抽奖。哎、欸啊，真的、欸，我们现在在玩抽奖。来来，1-85，1-85，几盒到85盒？一盒到85盒，一盒到85盒。来，一盒到85盒，开始摇。真的哦，要上销嘞，不是好哩喏。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吗？就快乐吗？这段的封面图案，从没想过还没有人中，到现在不敢期待。虾米？有这么难猜啊、哦？对，我也不知道，才85人，怎么猜那么久？乱想，从今天起。不怕打晕。嘿，啊？
无啦，即马76个。我说外面啦，外面。真的愿意，就请给我惊喜。关于爱情，只能有理想的结局。哎，还是我觉得抽到的那个人可以叫你干什么？就是可以，就是叫我干什么？对，就是说，哎，阿宇，你现在跳个舞或是唱个歌，可以让他自己去点台。这游戏太奇怪了。对，哎，应该要抽抽乐才好。没有，现在没有抽抽，下礼拜点。嗯，下礼拜可以。哎、欸，猜很久哎、欸，你们。好了，那我缩短哦。缩短。一到三十。哇，直接缩这么短啊！一到三十。有。有谁？格瑞斯。哎、欸，你现在真的很懒，你摆板摆没、啊、没有摆板啊？二三，恭喜你哦！恭喜你得到一个小礼物。我跟你说，要终极密码才知道谁有在线上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就有啊，就是因为啊，对，要玩终极密码才知道有谁在线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哦，我拍照了哈。好，换下一位。不要出去哦，等一下还是会再玩哦，好不好？鞭炮来到了。外套是什么？二三收单日哦。哇，你好棒哦！你竟然还会想到啦你。你是因为这样才是二三吗？应该不是，也不是啊，我没有想到。他不可能会想那么远啊。对啊。我是靠那个感觉而已。来，编号23，编号30，编号30号来，是这一家的。我们之前有买过他们家的外套，很好穿，真的很好穿。然后呢，它的特色呢，你看它颜色有绿色、灰色跟红色，然后它的红是暗红色，是暗红色的猪肝红。对，它是比较属于猪肝红，然后有点带一点紫色的成分在里面。然后呢，它的特色就是它后面的手袖啊，手镯这边的布啊，它有写英文字母，有没有？有印英文字母，只有一边哦，只有哪一边？右手的手镯这边它有贴布标的，这边有写英文字母。然后另外一手是素面的，就是一样有贴布标，可是它就素面的，没有写英文字母哦。然后它的布料真的非常的好。你们它是那种软绵绵的那种毛巾布料，它是软的哦，软的。然后它的口袋是车半圆形的，有一个弧度，你们它有一个弧度，这边是有做口袋。布料版型真的都很好看，然后这个颜色推这两个颜色，推绿跟红，推绿色跟红色。然后你看哦，它的领口这边还有做这种，有没有这样看得出来吗？它的细节。有斜纹的有没有？它的斜纹，它不是跟这边是缅一样哦，它这边螺纹是有做斜纹的。然后它这边呢、啊，它的领口是做那种很像掐爆冰的感觉，就是故意它就是有车那个爆冰，然后这边延续下来，扣洞这边也是。颜色真的很好看，这一件你们喜欢的都可以加。这一家的啊，格瑞斯这一家的，我们有去那边直播过，红巷子对。它是有点像红偏紫的颜色，有带一点点紫色在里面。这个颜色很特别，这个推这个颜色跟绿色，我觉得绿色也很好看，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哦。三个颜色。来，编号30号。来，编号30号，颜色有灰红绿，然后它的肩宽61，胸宽65，袖长48，袖宽21，然后衣长58公分，下摆56，一样都是可以从 S 到 XL， 可以，我等一下换红色，它可以从 S 到 XL 都可以穿，然后呢有弹性，布料非常的好，然后你看后面手肘后面有没有？就那个布边啊，这边手肘有个英文字母，然后另外这一面是竖的，一面是竖的，
版型真的很优，版型真的很优，就很适合现在这种天气穿。没有刷毛，它是软布的毛巾布，它算软布的，就是里面它是很柔软的那一种，完全不会刺刺的感觉哦，哈，完全不会刺刺的感觉。那我等一下，我先拍绿跟灰，我等一下穿。硬吧，这种颜色啊，跟刚才那个绿啊，这个颜色没有出过，这些不怕出过，按个绿色它有出过，一样的那种类似那种绿，可是这个颜色它没有出过，没有看过这个颜色，没有看过这种颜色。然后我觉得它的颜，它的这种有点红紫红紫的，你配黑色的裤子起来也很好看，或是搭牛仔裤，因为它就是比较特别的颜色啦。我觉得你们要选就是。选比较不一样的颜色好不好？选比较不一样的颜色，然后它的手袖的螺纹有没有也是一样，都是做都是同一个颜色的，都是做同一个色系的，真的很好看。重点是它一件只要1230，重点是它一件只要1230的，好不好？喜欢的赶快加，这个很推你们买，因为像这种外套，如果你天冷啊，就是里面就可以自己加什么缩帽的啊，或是立领的啊。然后天热的时候就是可以把它脱起来，所以我觉得外套真的是很实穿的，好不好？然后还有口袋呢，还有口袋呢。来，编号是30号，这个颜色喜欢的要帮我打红，好不好？这个颜色喜欢的要帮我打红色哦。OK， 那我先拍照喽。嘴巴控告，我点了，我被拿我被拍。嘴巴是啥？牛仔裤有没有便宜的牛仔裤？一样是他们家的。来，今天这一件它是比较属于宽裤，直筒宽裤。然后昨天那一件是，也是宽裤，只是说不一样的版型。你看今天这一件的版型啊，是前面有扣子，它是真的是扣子哦，它真的是扣子哦。来，它前面这边一样是直立式的口袋，前面这边是直立式的口袋哦。会使放足侪钱，我买再放手提啊啦，我，安尼。你把这个手机放下来，刚好耶，有没有？它的长度刚好是可以放一只手机，有没有？它的长度刚好是可以放一只手机，所以你钱啊放里面它是不会跑出去的，钱放里面它是不会跑掉的哦，哦不会跑出来的。来，这一件的尺寸我看一下。编号31号，来，这件的腰围是32到50公分，32到50公分，臀围59，然后大腿32，小腿30，长度93，裤档32，可以穿到 L 号或是大 L 哦 ，L 或是大 L。然后呢，它布料是有微弹，布料是微弹性，算有弹性啊，所以它很好穿，一件只要740元而已，一件只要740哦，所以你们喜欢的话，赶快帮我打31。灰加一，我这个是灰，我这个是灰色，我这个是灰色哦，然后有蓝色，然后重点是你看它前面有做这种车线，所以它感觉会比较瘦一点点，有没有？我把一条裙这掐爽，会觉得哎，它有点3D 的感觉，可以穿到 L 或是大 L 左右，然后只要740元哦，他们家裤子真的可以买，因为不贵不贵，然后算它是算直筒的，
有没有直筒？没有到落地哦，它就是直筒裤，直筒裤。然后昨天那一件是也是直筒，可是它大概是九分，有没有？它大概是九分。今天这一件比较长，今天这一件比较长，然后它是比较宽的那种宽裤哦。然后只要740元，喜欢的话帮我打31带颜色加一，可以穿到大 L， 可以穿到大 L 号哦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没人找我啊，你观众跟我们三个啊，对啊，怎样嘞啊，现在103个啊，有什么啊，观众也是我们三个，对啊，来啊，我先去凶哦，啊，你们喜欢的话都可以自己加，因为这件裤子真的很便宜，只要740，740你们都不加，我穿690也没人找我，你740，好好啊，还比你较贵啊，对啊。你们不喜欢今天的衣服吗？今天衣服我觉得也很好看，然后重点是我觉得很便宜耶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薄款的衣服可以先买起来，然后厚的我就不会勉强你们买，厚的真的不会勉强你们买，好不好？而且就是我们这次是送50嘛，等于是线上折50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加一就50块了啊，等于是折50哎。对啊，所以你们真的很便宜，我跟你说真的很便宜，就是。薄的先买起来，然后厚的或是双毛的，我就不会勉强你们买了，好不好？就不会勉强啊。对啊。真的吗？你就到时候你就到时候还是有没有？到时候还是一样的。你再说，我先给你录音起来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没关系啊，反正就是你们喜欢的就可以赶快加啊，是不是？因为怕后面太厚，你们又不想买了。不会啊。对不对？可能就是你们或是要去那种像北海道啊，或韩国啊，或是。比较冷的国家，你们就穿得到了，对不对？阿里山啊，哦，对，阿里山啊，奋起湖啦，对不对？阿狗嘞，三一推两个颜色，三一是什么？三一是前四扣车件牛仔裤。哦，就这件吗？对啊，就那个灰深蓝。我觉得灰色哎，我觉得推这个颜色，叶子嘞，叶子丢啊，叶子，丢叶子。推黑色哦，推黑色，我觉得黑色很好看，黑色看起来比较瘦，然后它水洗的颜色比较明显，我觉得可以拿黑色啦。可是我是觉得700多而已可以包色哎、欸，真的很便宜，韩国的700多牛仔裤我觉得是可以包色，因为它就是很你会常常穿到，因为它里面很抓毛，然后就保暖有弹性，可以穿到大 L 号这样子。Yes， 对啊，我觉得可以包色，因为就是比较基本款的颜色有灰跟蓝。灰跟蓝我觉得都很好看，好不好？700多而已，可以包色了，可以直接帮我打包加一啦、啊，对不对？700多不用考虑。对啊，就打包加一就对了，三一包加一。唔免个刻度，来，再来是我的洋装哦，可爱的洋装。高级的。不要顾客看。哎、欸，高级的这样子。不要顾客看。好像穿两件，好像穿一个背心。啊，外面哈，对，后面的。外面。就从后面看穿套一个背心，穿背心，然后转。没有背心，然后没有背心。哈哈哈。哎，背心没有背心。然后你刚才有没有谁？对，到抽绳。哇。后面这个还可以抽绳。哎，这一件我跟你说，店面至少都要卖2000块，好不好？太美了啦！这么有设计感的洋装。这件是超有设计感的，然后它的面料啊，好赞哦，扎实的棉。可是呢，它是有一点点像太空棉。真的，可是晚上好。我跟你说，可是呢，太空棉是不是穿起来都会有点显胖？对。可是它不是哦，它是软的太空棉。软的。它是算扎实的棉啊，扎实的棉。这种棉啊，也是很好的棉，就是料子超好。晚上好，春娜。来，手袖呢，跟它的帽子这里呢都是有做配色，黑色配灰色，帽子也是黑色，
后面的背心不是后面的背心，后面的这一件，这一件也是黑色，也是黑色。然后我穿起来呢，大概在膝盖下面，大概六分，膝盖的下面。现在天气比较不会冷，你就是可以配袜子，然后配那个配这个什么鞋啊，勃肯鞋，配休闲鞋都可以。冷天气冷的话，里面就是配内搭裤、裤袜都可以，好不好？来，颜色有，这是什么色？杏、灰，对不对？杏色跟灰色。来，编号32号，这件很可爱耶，很少很少会有出。很少会有出这么好看的洋装，真的，真的很少会有出这么好看的洋装。来，编号32吗？啊，对，32。来，编号32，来这一件呢，打折下来是1790，肩宽35，胸宽54，袖长55，袖宽23，衣长97，可以穿到大 L。可以穿到大 L， 面料也是有弹性哦，也是有弹性。那我们就建议穿到大 L 就好，有口袋，有帽子，有抽绳，后面还有背心。然后我跟你说，它的帽子啊，帽子的面料是那种防风面料，是用那种滑棉，滑棉，上面写滑棉，小姐。什么是滑棉？你跟我讲一下，滑棉是什么东西？滑棉布料，刷刷刷的那种滑棉布料。然后帽子是轻的，它是轻的，它不会说一直往后面一直这样勒你，完全不会，它是轻的哦，帽子完全是没有重量。然后绳子呢，一样是那种滑棉布料的绳子，贵州的安呢。然后包块好不好？这件背心嘛是滑棉的布料，旁边还有抽绳。超好看这件，好有质感哦，很像那种专柜的感觉。真的，然后就穿起来好瘦哦，因为它好像有点腰身。因为你后面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后面这样子，你会觉得它好像有一个渐、啊，有一个渐层，就是有一个这样子夹两件的感觉，所以你会觉得刺啊，后面不会说整个让你有虎背熊腰的感觉。你哪好不要加哦，记得啊，那就靠五百。这一块比较有肉的，就是要穿这个，因为后面这里是黑色，对，这里是黑色的啊，这样子才有修饰啊，好不好？好看到自己想拍手。对啊，真的很好看这一款，而且我跟你说，裙子又不会太短，它就是有在膝盖这边，在膝盖的这边有没有比较有安全感，好不好？我等一下换杏色了，我们好像在唱独角戏啊，我也习惯了。我跟你说，做直播这一块啊，就是你一定要学会自己可以跟自己跟自己讲话。对，你真的要学习自己跟自己讲话。对，真的哎，自己跟自己打对。对，因为对方没有人会理你。对，然后还要自己就是脸皮很厚，对，然后自己就是自己还要找话题，然后家里啊大大小小的事也都要讲出来给大家听。对，然后。我也是觉得还好啦，因为反正我的人本来就没什么秘密了。对，对，就是阿公阿嬷啊，什么什么小孩先生，所有的事都讲出来，有没有？边边串边听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也 OK 啦。对啊，还是你们还有好奇什么事？应该我们所有的事是当然嘛，你嘛知呀，所有的事是你们都知道了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你们还要想要知道什么事呢？好像也没有了吧。然后年纪也知道。对啊。你们可以讲齐董的秘密。我没有秘密啊。他没有秘密耶、欸。我这个人很无聊。他有秘密吗？我就是上班下班睡觉这样子而已、啊。对啊，他好像没有秘密吧？没什么秘密啊，我这个人太无聊了。真的，我想一下、啊，他有秘密吗？我想没有秘密。你想一下，他有秘密吗？我真的想不到秘密情人。他也没有情人啊，怎么可能啊？他每天都在这边，哪有情人？我每天还上班呢、欸，我是那个全年无休哎、欸。对啊，我第一个上班，啊、最后一个离开的哎、欸。好像没有哎、欸，好像没有，真的没有。等我挖到，我再跟你们讲。好像有啊，他就买一台车啊，就这样而已吧。买车也不是还好啊。对啊。对啊。而且买车是前年买的、啊。前年买的。前年、喔。其实已经买很久了。对啊。不是买很久，买一年的。然后一开始。买的时候还不好意思，有没有？对啊。公告，低调、啊，超低调，启动超低调、啊，真的很低调啊。但你猜他买啊？上次猜过了哦、啊。
奇董的恋爱史。他就这个人也没恋爱啊，是我只知道一个而已啊，我们就只知道一个。我们上次问的时候是说他什么大学，大学，然后交往多久？半年。是啊。对啊，就这样而已啊。交往半年像算交往吗？算吧。算哦。那你们只有牵手吗？啊？只有牵手。我忘记了，不可考了，不好意思哦。啊，我去换衫哦。伊要换白色给恁看。来啊、哦。周杰伦来，周杰伦来。每个阿妹怕问妈妈。来，杏色。我想要穿到黑噜噜的，来，杏色也是蛮好看的、欸。来浅杏，然后配有点灰色的配色，有点灰杏灰杏的配色，然后它就是跟帽子啊，还有后面的这个假背心有呼应到，有呼应到的哟。然后背心啊，要抽绳不抽绳都可以，随意啊，看你自己穿衣服的习惯。然后有口袋，这个我跟你说，冬天啊，你就是配裤袜、内搭裤就好了，你就不用担心说你的脚会冷。然后现在的天气，你就是这样子当裙子穿，然后配个袜子，配个休闲鞋，这样子。就 OK 了好吗？很可爱，这件洋装其实质感很好哎、欸，然后它的面料是扎实的，你都不用担心说它贴在你的屁股上，因为有一些面料太薄，你贴在屁股上会很明显。它这个是有一点点厚度了，哦，它是有一点点厚度哦，因为是一种薄呀，因为我们已经换季了哦，它是有一点点厚度了，然后里面是这样，它就是有点那种太空棉的那种面料，可是它比太空棉的面料还要再软，因为太空棉有的穿起来真的会显胖。对不对？对，会痒痒。对，这个不会，它这个就是有一点垂坠度的感觉，因为它有一点点分量，所以它穿起来会有一点垂坠度。OK， 好可爱哦！我来炒，谢谢。你们知道自己对拍照哦。我知道，我要换你了，换你了，你在赶我？没有，忘记了。后面也是、欸，后面那个主持人说，没人要吵我，没人要吵我，没人要吵我。对，哎、欸，做主持人的真的还蛮，就是要脸皮够厚。真的哎、欸，就是自己在那边讲一大堆话，然后没人要吵我。大家吃饭。我们真的常常讲这种话哎、欸，我们真的讲一大堆废话，然后没人桂芳讲哦，好好看哦，桂芳。没人要吵我，只有桂芳吵我。桂芳。我真的是好怕，桂芳，我真的是最怕贴臀的材质。这个就是不会贴臀，对啊，因为我也很害怕，我也不喜欢有贴臀的那种贴臀感。啊，为什么会贴臀？因为贴臀会贴臀的那种材质就是太薄，然后这个呢，它是有一点扎实，有一点厚度的，所以你都不用担心它贴臀。就算它贴臀，也不会把你的内裤的痕迹贴出来，因为它有一点点厚度。假设你讲了点呢，其实老公要珍惜爱买衣服的老婆。啊，迄啊，你好啊，因为伊就想讲我某我嘴拢互我面子我哦，穿甲水着，这是正确的，正确，对吧？
哪个女生不爱买衣服？哎、欸，真的有的女生不爱买衣服啊？真的吗？有啊。谁？我编啊。对啊。他很可以，他爱啊。他很爱买吗？他很爱买衣服啊，他只是不喜欢买我们这种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他爱。你误会他了。对对。我跟你说，哪个女生不爱买衣服？如果不爱买衣服的话，那就。就不爱漂亮就对了。我觉得每一个女生几乎啦，十个有九个都爱买衣服吧。因为我跟你说，女生呐、啊，你穿漂亮，心情就会好，对不对？心情就会好。我从我在赚钱出社会，不要说赚钱出社会，连我小时候，我小时候都会拖着我阿妈说，叫我阿妈买衣服给我。对，对啊。然后小时候也都很爱漂亮，阿妈都买那裙子，我就很三八，有没有？哦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我现在到现在都印象还很深刻、欸，哎，从小时候到现在。无时无刻都想要买衣服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啦，我又废话太多又离题了。你看，主持人就是这样，就要自己找话题。对，对呀，不然现在还没有八点，我们知道怎么撑？你跟我讲，又快要结束了。对，我今天那个、欸，我今天快了。我们今天快、啊，对啊。奇怪，我们就还是有比较少组嘛，也没有啊，也还好啊。只是我们 tempo 都一样啊。好啦，好啦 ，OK， 要不然再玩个小游戏啊，再送啊。编号来到了。编号来到了三三，来小花家的哦，小花来，有没有有人在问小花他们家衣服有没有？有，今天这一套都是小花他们家，而且你看哦，它面料一样是扎实的，不是厚的哦。来，它颜色呢怎么分？有绿色，它条纹有分绿色跟黑色。然后它的重点在这里，你有看到吗？它那个这个什么领口这边有车撞色线，有绿色、咖啡跟黑色在这边。然后呢，绿色一样是有车这个蓝色、咖啡跟黄，因为它有撞色到。然后还有我的这个素面的有没有？这件是素面的白，哎是杏吧？这件是杏吗？33吗？对，杏色。它是有一个。对，我身上这个是杏。然后这个是绿条纹的，是绿，然后还有一个是黑条，什么牌子吗？就是那个小花他们家的朵朵，这个是小花哦，小花就是我们卖的很好，他们家的这个啊，来看矿物，小花的品牌，小花家的，而且他的哎，不要跟我的是银刀的衫啊，就是你看哦，他的手绣都是手工的，他们都是手工下去缝制的，有没有？就是比较日系的感觉。然后啊，你看，黑色的它就是刺这个黄，它的这个手镯补丁这边是黄色的。来，绿色的它是蓝色的绣线，然后我素面的这一件杏色的啦、啊，它就是补黑白，有没有看到？真的很好看，小花真的他们家的衣服我很喜欢，就是比较不一样啊，穿出去比较没有人跟你一样，而且重点是它这种面料是不会变形的面料哦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们喜欢素面的，你就可以加这个颜色杏色。如果你们喜欢条纹的话，就是看你们喜欢这个黑色，然后这个是绿条哦，很好看。那也是金的吗？对对对，新多一个颜色，新的颜色是什么？黑。黑跟。黑跟绿啊，今天是多一个这个颜色。好。很优哦，他们家的衣服真的很好看，而且很耐看。很耐看，都不会退流行，都不会退流行哦。然后它的小细节就是它的在它圆领这里，有没有？就真的很好看。然后素面的是这边。哦，你是说阿允的水壶啊、哦？阿允的水壶是太和工坊的吧？嗯，阿呢？我的水壶啊。对，阿呢？太和工坊。你知道我太和工坊有十只有吧？对，差不多啊。温莎给马龙洗，小朋友都用谁啊？而且它很耐摔，超好用哎、欸。而且装下去的水哦，都不会有水的味道。嗯。它真的很神奇啊，小朋友都很喜欢用这个，有没有太和工坊？哦，我儿子就用了好多支哦。啊，它颜色都很漂亮，啊、它颜色都很漂亮。嗯，跟手机还不一样。你要充电哦，你列开呀。啊，你看，嘿，对，现在充电。来哦，颜色有三个颜色有，这个水壶超好用。对啊，真的很好用，有梅派呀、啊。我跟你说，小朋友啊，你就是要用，给他用这个超级耐摔，对，用不坏的，用不坏的。而且他的工坊很有名嘞，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有吧，对不对？哎、嗯，编号是33吗？编号33。
编号三三。来，编号三三颜色有三个颜色，有杏，然后有绿跟黑，绿黑就是条纹的，然后杏色是整个整件都是杏色的哦，你们要打清楚哦，然后它的胸宽六十四，胸宽六十四，袖宽二二，衣长前面五十六，后面五十九，前短后长哦，下摆六十六公分，下摆六六，只要一一九零，只要一一九零哦，然后是编号三三。我身上的素面的是杏色，然后条纹的话是绿色跟黑色哦，绿色跟黑色，只要1190，只要1190，喜欢的赶快加一哦，好不好？他们家的面料非常的好，我发誓他们家的面料你们真的都可以加，因为很多人在问说，哎，有没有小花的衣服啊？有没有小花他们家的衣服啊？有，这次刚好有，真的很好看。然后它就是做前短后长，然后旁边稍微这边有做开叉，旁边有开叉，然后手镯都有造型的，手镯都不是手镯，是骨镯，不是手镯，是那个手镯，骨镯。你看哦，它的手镯这边它是都是用这样手工的下去缝制的，有没有？真的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他们家的衣服真的可以加，好看，哦，喜欢。厚哦，厚好看，有没有？他们家衣服真的有他们的忠实观众，好不好？忠实的粉丝就是都会一直问说，哎，有没有小花家的啊？有没有小花家的啊？然后上次去韩国连线也问，哎，有没有小花家的？刚好这次有进了，有进了，好不好？有进了，喜欢的赶快加一，好不好？真的很好看。好，那我先拍照。然后有没有？我刚才有穿这个颜色了吗？这个绿色也很好看。三色都很好看，好，后面剩下，等一下啊，你不要动，好，好 ，OK。Very good， 真的很好看，我觉得条纹也好看，素面的也好看。Very good， 对 ，Very good。来，还有我这件裤子也是小花他们家的哦。然后颜色呢，有黑色，有黑跟杏吗？黑跟杏，对不起，咖吧，哦，咖喱，看一下天使啊，咖，有黑跟咖，然后它这个黑是有点像灰的感觉。有点灰，它的颜色它是绒哎，它是绒布哦，它是整个是绒布，然后里面是有点薄刷毛，它里面是有点薄刷毛，可是不会很厚，它的布料是不会很厚，因为它就是宽宽的，没有感觉里面是刷毛，然后前面它就是有做，很像穿那个有扣子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这边有拉链没有？它是一个造型。然后后面就是松紧带，后面是松紧带，然后后面有两个口袋，有盖子的口袋，所以它这边是有那个，我把扣子扣起来，然后后面是有两个有盖子的口袋，有盖子的口袋，然后前面这边呢、啊，它有抓皱，有没有？它前面有皱褶。有抓两条，有没有抓两条皱褶的感觉？这样，有没有抓皱褶？然后它的下摆这边啊，下缩这边也是有做两条抓褶线，有做抓褶线，所以它穿起来，是有点这样缩下去的感觉，它不会说很宽，它穿起来是有点像这样子，你看，它会被贴那个。就这样挺挺的感觉，宽宽挺挺的感觉，有点像南瓜裤的那种感觉，好不好？有点像南瓜裤的感觉。然后这编号是三十四号，我编号三四，我练一下尺寸哦。来，编号三四颜色有咖跟黑，有咖啡跟黑色。来，它的腰围三三到五十，五十秒吗？半秒。
了，就怎样？直接胖了呀？50，好，那哎，赶快点花。腰围50，然后就是穿到 L 号，穿到 L 号哦，穿到 L 号。腰围是33到50，臀围64，大腿34，小腿28，长度82，裤裆35，就是穿到 L 号哦，穿到 L 号。然后喜欢的帮我打34，带颜色加一，颜色有咖跟黑。然后呢，只要1780，只要1780哦，因为韩国现在其实都出的有一点点厚度，然后这件是里面有点薄刷毛，对啊，有点薄刷了哦，对啊，厚的了。好的了啦，快点，已经高了，有没有？所以你们喜欢的要赶快加一嘞，好不好？喜欢的赶快加，有没有人喜欢？小花，小花你打尾哦，这个也是小花他们家的，你们其实可以这样配一套吗？有没有可以配一套？然后像这个黑，你就可以这样子搭配，没有，你们就可以这样子配，这样也很好看哦，哈，这样也很好看哦。好，我先进行了。右边，好，后面你补正一下。好，啊，OK， 好看哦。请问我的上衣是33号吗 ？Yes。对，我的上衣是33，然后有信，如果要素面的就帮我打信。然后如果要条纹的，它有绿跟黑，就是有三个颜色，有三个颜色哦。沙袖，阿妹，就是它有这个黑条的，有没有黑条？然后这边都有做边，然后它有绿条，阿妹，33有三个颜色。我想回来，来，再来是我的三五，三四吧，三五。35哦、来外套35，上礼拜不上上礼拜有卖横条点点，来又素面的，讲到心虚，又有素面呐、啊，你干嘛做那些花色嘞？来有素面的哦，素面的，如果不喜欢太花俏，不喜欢横条啊，不喜欢点点的啦，有素面的，一样有两个小口袋，然后这里呢，有没有它的小巧思，就是会加两条这个，让你的扣孔不会再越来越大，所以你在扣这个扣子的时候，它才不会越来越松。对，然后它配色配酱也非常的好看。旁边这里呢，还有他们家的一个小 logo 布标，面料呢是毛巾布哦，毛巾布。它下面这里啊是滚边，然后后面这一块它是接螺纹，整个都是有弹性的，整个都是有弹性的。像这样子的外套，我跟你们说，真的完全都不会退流行，好不好？可以穿到 XL 号，来编号35号，编号35号。来，这件打折下来是1630，胸宽69，袖宽26，衣长57，可以穿到 XL， 可以穿到 XL， 然后就是可以搭里面配横条，可以这样子下去搭配，这样感觉比较不会那么的暗，然后色系有弹性，弹性很大，可以穿到 XL 哦，可以穿到 XL， 你们就是里面可以配浅色的，因为它外套是黑色的嘛。里面呢，你就是可以搭浅色，可以这样子呼应，这样配起来比较亮，拍照的时候也感觉比较亮，比较好看，好不好？喜欢的自己加，喜欢的要打35黑加1，35黑加1。其实像这样子的外套都不会有什么流行性的问题、欸，你每年啊拿出来穿都会觉得很好看，都不会退流行，真的。好，好吗？好。喜欢的赶快哟、哦！喜欢的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线上真的有抽那个，有抽什么？福袋，惊喜福袋。线上加一的有抽惊喜福袋，所以喜欢的你们就在线上加了好吗？那我看看你们还在不在？你在不在？桂芳，我们要结束了没？好，来，再来是我的裤子。我先介绍裤子，来裤子呢一个颜色，它裤子呢上面在齁春兰，
来，我的裤子上面呢、啊，它是接这个，有配色，它是算有点棉，它算棉的棉裤啦，它是算棉裤。看一下哦，对，它是算棉裤，可是呢，它算现在有一点点厚度了，没有刷毛哦，棉裤，然后算有一点厚度，所以它穿起来也是会挺，好不好？穿起来也会挺。哎，这个是可以打开的耶，有拉链耶，我的妈！是牛仔裤吗？棉裤有拉链耶，我第一次看耶，哈，好特别哦，好特别哦，棉裤有拉链，为什么要做拉链啊？为什么要做拉链啊？就直接这样拉下去就好了。对啊，棉裤做拉链耶，有男性吗？有啊，弹到台北去了，弹到台北。棉裤有做拉链，我跟你说，全世界就只有这一件了。对啊，我真的没有看过棉裤做拉链，好用心哦。我跟你说，棉裤车拉链不好掐嘞，它会好像会跳针，对不对？对，棉裤车拉链，我跟你说就是它了。来，我看可以穿它多大，应该可以到 XL。36号吗？来，编号36。来，这一件打折下来是1200。哦，凶哎！非常的刚好，哎，好看的哦。对啊。来，可以穿到 XL， 它的腰围呢是30到54。臀66，大腿34，小腿29，裤长86，可以穿到 XL。OK， 而且我跟你讲 ，XL 来穿还是很舒服，因为这个扣子可以打开，拉链拉起来，你可以拉到你最瘦的地方再扣起来。是。然后呢，瘦的我跟你讲就不用再麻烦用这个，你就直接这样穿脱，它就是一个很像那种休闲裤的概念。那肉肉的人呢也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你就直接把它打开，这样子套起来，舒服哦，很好穿。裤脚呢有抽有车线，我估计有抽绳，有抽绳，有车线，裤脚整个都是有车线的。后面来单边的口袋，它的口袋是做这种灰色，然后跟它的腰是有呼应到的，对，有呼应到，整件都是有弹性的，所以XL来穿还是很舒服哦。哇，我看到 SU 了，在哪里？一上线就包加一。耶、yeah, ！哇，谢谢 SU， 感谢你哦，感谢你。感谢你，真的很好看啊！对啊，那个小画家的是真的，其实都不用什么介绍，其实小画家就是人见拿出来有没有人见人爱，然后小画家是他们就是有他们家独特的设计感，他们其实都不用下去缝，你真的都不用去看他的牌子，你只要拿起来你就知道啊，小画家的，对。好，来，我们再，哎，你们要不要看一下我裤子啊？没礼貌。有，我在看，我现在有六只眼睛在看。你们现在怎么会这样又离题了呢？可以专心一点吗？可以哈，可以专心一点吗？哦，可以穿到 XL。好，可以穿到 XL。打折下来是1200哦，1200。便宜哦。对，便宜的啦。像这种休闲裤又有造型，对不对？又有拉链，有扣子，该有的都有，才算你1200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对啊，好啦，那我拍照吗？好。那我先拍外套。外套，对啊，外套卖过了吗？没有。这是石头吗？不是，它是有一点点像男友裤的感觉。下摆呢，它的裤脚，对，是老爷裤，你懂，是老爷裤，它不是直筒哦。对，它是有造型的啦。这种棉裤很少，因为其实像我跟你说，棉裤啊，大部分都会做直筒裤，因为棉裤其实大家其实都不太会上面再车那个五 A 五 A。你有看过棉裤还会这么搞干嘛？对啊，然后腰还跟你配色，扣子又有拉链，然后它又是棉裤。我跟你说，这件裤子是真的很难得，因为以我们在卖衣服那么久，真的没有看过棉裤是做这样子的。对，所以你们就是也可以跟上衣这样子，外套啦，可以跟外套，然后可以这样子搭一套，好不好？然后穿起来就很瘦。好好来，你会瘦到没有朋友理你哦。会有你会瘦到没有朋友理你哦，好吗？那我理你好了。因为你比我瘦，好，我理你就好了。因为你比我瘦，我会理你的，我会胖回来的。拜托，你现在每一天给我吃那个善存好，不是赫赫，
不是膳食，不会胖回来的。有喝一种那种很像牛奶的那一种叫什么？高钙。就是它的里面的那种。啊是要，啊是要备钙。所以它里面就是成分可能比较营养，所以比较可以增肥。春兰，裤长你穿大概几分哦？你几公分？我穿了，因为我170因为我穿大概是9分，而且我是拉在我最舒服的地方哦。你穿可能是八分，差不多八九分啊。春兰，我跟你讲，你拉低腰就好了，这个裤头都是够短哎，你就把它穿低腰一点点，然后衣服盖住就好了，真的。因为我跟你说，其实韩国的裤子啊，真的都不会做很长。对啊，十条有九条全部都是九分裤。对对。然后呢，春兰，你要跟我一样，因为如果我们两个在挑的话，就没有裤子了。我们家小帮手也一样，我们两个在穿裤子呢，都会把裤子拉低腰，绿色对，把它拉低腰就好了，把它拉低腰就好了，要不然你真的会没有裤子穿。对、啊，真的，因为已经够短，松紧裤头很好去拿捏你的长度。如果是那种牛仔裤的，就没有办法低腰高腰了吧，对不对？对，这种够短，就是你可以穿那么高也可以，就变很短；穿那么低就变很长，都可以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，伸缩自如啊。因为我们都是这样子穿，要不然如果再挑的话，真的没有裤子，真的没有裤子。因为很奇怪，韩国吼，可能他们裤，可能他们人比较没有那么高，所以他们看到其实都还蛮高的哎、欸。可是他们裤子都不会做到很长，就我觉得很奇怪、啊。对，很奇怪。还是他们流行，就是大概都是九分，因为他们其实都会搭袜子。对啊，都会配袜子。太长的看没看到啦。对，然后你就是觉得你这边空空的话，你就配袜子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又不一样的感觉。好，再拍个裤子。好。谢谢淑珍。其实是我的脸上、啊、我讲今天我烫手开开啊，我的衣橱打开，有一半以上都是横条。我跟他讲说，我横条衣服怎么这么多啊？超多，什么颜色都有。是有病？什么绿色、橘色、黄色、蓝色、白色，真的有病都有哎！我好喜欢横条，有一阵子都好喜欢买横条跟格子。啊，我跟你说，那种横条啊都不会退流行啊，你们都不用担心。我水准的来啊！二三白，然后它还有一个绿，二三绿，二三绿，二三白。
二三白，二三绿，对，白色就基本色比较好搭啦，对，然后绿色是真的比较特别的颜色，你下面呢不会搭，你就是搭牛仔裤就对了，或者是搭杏色的裤子，杏色的裤子，浅色裤子多的人你就是可以加这个颜色，深色裤子多的人你就是加这个颜色，你说几号？23号哦，23号，加起来，我们快结束了，各位。这裙子还蛮好看的，你觉得？好看，好看啊！姐姐，到位时，好看呐、啊，好。不好看的都在，好便宜，我觉得好便宜。不好看的都在韩国了。对，好便宜哦。好，最后两款了，来哦，编号来到了，37，嗯。编号来到了37，然后是 Bigcom 他们家的，然后颜色呢有黑色，哦，绿色好美哦，有没有？绿色是写这个是什么 ？L， 这边是贴 L， 然后黑色这边也是贴个 L， 哎，黑色也好美哦，因为它很黑，它这个黑是很黑，不是那种雾的黑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这个颜色是要打，好，暗黑黑。黑绿杏，然后身上这个是杏色哦，它的杏是有点花灰杏，就是有点灰色的成分在里面，那是花灰杏。安娜，来，啊，然后这个黑色很黑，我喜欢就是要很黑的黑，不是那种雾雾的黑。然后这个绿是那种亮绿色，我觉得这个颜色好好看，哎，这三色都很好看哎，这三色都很好看。没有办法选择哪一个颜色好看，我觉得这三色都很好看，然后搭牛仔裙啊、牛仔裤都很好看。然后呢，这一件我跟你说一定可以穿到 XL 号，我可以穿到 XL 号，来编号37，颜色有黑绿杏，好欠买哦，对啊。来这件的胸宽65，然后袖宽28，袖长55，一哦下摆47，它是有弹性的，只要1080哦。只要1080，真的很好看，而且这一件我跟你说也可以包色，它的价钱只要1080嘞，1080，而且它里面是薄款的那种毛巾布料，薄款的毛巾布料哦，然后它是做有点前短后长，有没有？做黑色可能看不太出来，看一下这个颜色，来，它有点做有点像前短后长，重点是它是薄款的毛巾布料，这一件真的很推哦，编号37。可以穿到 XL， 可以穿到 XL 号，真的很好看。重点是我觉得它很便宜。Bigcom 他们家的 Bigcom，Big 啊，对 ，Bigcom 他们家只要1080哦，对1080，只要1080哦，然后编号是37，可以帮我打37包加。我跟你说，三个颜色都很好看，真的没有办法选择哎，好不好？然后你看它。这种杏灰的颜色，这边是用这个也是黄色的，这个英文字母布标都是黄色的，而且我靠，够空一个 OA 有无？空一个 OA， 框黑边。对，然后这件你们真的可以买，因为它没有现身型啊，好不好？没有现身型穿，三个颜色真的都很好看，三个颜色真的都很好看。哦哦哦，我只剩下手。我要拍照了哦！你想要选不选他？我没去选啊。嗯，super cool！ 我们最后一款了哦，姐妹们，来牛仔裙。这一件我刚才我穿起来我好喜欢哦，然后我跟阿宇说好不好看，他说好看，好看又便宜。然后一样是刚才那个裤子的牌子，有没有？谁听说的？谁啊？便宜的。便宜的啦，便宜 的我跟你说怎么穿，脏了踩到 啊还是割点都不会痛，而且它哎、欸、很宽嘞、欸，就是它的条都外形足了，那颜色，颜色只有一色，水蓝还是蓝，黑色是照片两个，哦对啊，水蓝还有深蓝跟水蓝，水蓝对不对？水蓝色啦，帮我打水蓝好了，色狼，叫不色狼啦，叫不什么色狼。好穿呢、欸，夏天不是夏天也可以哎、欸欸，它其实夏天可以、欸，可以，因为它是薄的哎、欸。然后我跟你说，你冬天里面再配个裤袜就好了。对，阿宇穿的黑色外套袖长长吗？来来来，袖长长吗？春啊，那个来萌春啊，长啊，长啊，快讲，怂弄怂啊，袖蓝，
不是杨金春啦，春太谁太谁爱改名，春啦，你好，我赶快乐卡乐球哎，长不长？长。你跟我一样是乐开又乐趣，就是身体短，然后脚跟手都特别长，对，就很像蜘蛛，拉牙，就很像蜘蛛，长春兰。我跟你说，一穿上去就会觉得这件外套就是我的，因为它够长。对啊，我们小帮手也是跟我有同样的痛。对，这件外套每一件真的十件有五件穿起来都这样啊。对啊，都这样，真的我不大概是九分，不夸张，真的都是这样。所以外套手袖长的真的很珍贵哦，好不好？真的很珍贵。外套是35号，外套35号，哎，啊、你就是可以这样搭一套，好好看哦，这样搭可以很搭，然后穿起来又很舒服，很一穿出去有没有？哎呦，你在韩国哎吼？对啊，然后棉料，它毛巾布料，然后棉，这样子穿一整套，人不舒服吗？能啊。冷呐、啊，冷呐、啊，穿着睡觉都可以了，太厚了吧？对，你今天好了，你今天如果去北海，不要穿着睡觉，那神经病。对，好，换下一位。对，我们最后一个裙子了啦，来最后一组的裙子哦，牛仔裙，然后没有分尺寸，然后我跟你说，这个夏天也可以穿，我喜欢。其实我那一天有试穿的、欸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哎、欸，还不错哎、欸。好看，比较不一样嘛。对，就真的是不一样。然后配我们的棉 T 有没有？啊、好，我买了。好，好，这件我包了。真的比较不一样。好，我买。下次穿去韩国。好，韩国的款式。内底穿裤啊？哎、欸，对啊。哦，对对对。前面搭裤啊。对哦。前面发热裤黑了。然后，哎、欸，这边38。来编号38。偷偷骂我，骂你什么？38，我是说我这件是38，为什么就骂我？38，这个38，这个阿华，我承认啊，我也承认我也是38，38鸡我，编号38哦，水蓝色，水蓝哦，然后呢，这件的腰围是34到44，然后它是可以穿到 L 号的，因为啊，它这一件它后面是。它后面是松紧带，所以呢，它可以穿在你最细的地方，可以穿在你最细的地方，所以可以穿到 L 号，大 L 应该也是可以，因为它臀围有到59，臀围有到59哦，哈，它裙长81，然后下摆72公分，没有弹性，它的布料是没有弹性的哦，布料没有弹，只要是这个价钱吗？我看太便宜了吧，哎、欸。那个，欸、你那价钱，790，38号790，也太便宜了吧！你那价钱有没有？嗯，38790，也太便宜了吧？对啊，羞羞啊，羞羞啊！只要790哦，只要布料没有，它腰围有。好阿玲穿裙子很好看，真的吗？你第一个说我穿裙子好看的，好看。啊，第二个是阿允啊。对啊，真的好看。对，我觉得穿比较不一样的啦，人家才会哎哎、欸欸，你今天不一样哎、欸。对对对对对。对啊，那你靠，阿玲叫请新衫的感觉，啊，无你卡背拢要同款嘞。真的。嘿啊，而且它那么便宜，这个真的很便宜，我买了，这件我的。这个那么便宜，然后春夏秋冬都可以穿，然后比较冷就是里面穿裤袜或是内搭裤，我今天买的那个就可以穿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对，哦，对，那你下面把裙子脱掉，在试穿的时候直接脱就好了。对啊，非常好困，啊，你有站在家里，有站，呜、嗯，你穿这样，来，我跟你说，这一件啊牛仔裙很特别，是它旁边哦，它还有再接一块在侧面，所以你挑都买我淘我底下哈。你挑都买，或是你走路啊，都不用怕它会，就是那个啥背掉的，因为它是 A 字的感觉，它是 A 字裙，牛仔 A 字裙，然后后面是有做开叉哦，后面有做开叉，真的很好看，重点到790，可以穿到 L 号哦，可以穿到 L 号，喜欢的帮我打38水蓝加一，好不好？38水蓝加一做。一个尺寸，只有一个尺寸，可以穿到 L 号，可以穿到 L 对。这是编号38，可以穿到 L 号，我可以穿到 L 号，这样搭配，我觉得它的颜色啊，你上衣就是配什么颜色都可以，浅色、深色、浅灰、深灰、白色、黑色，全部都可以，可以，全部都可以，我觉得很百搭，好搭，真
790哎、欸，太夸张了，太狂了吧？790怎么买件牛仔裙呢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好看哦，你看你就是可以配饼干鞋，就是上次你们那一批什么豹纹的、迷彩的，或是那种高筒的，或是绿色的那双鞋子，饼干鞋都可以搭配，都可以配。真的很好看，赶快加一！哎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腿啊不满意自己的腿型，你更要买裙子。对，下去遮啊。对对，真的你更要买裙子。如果你今天的腿啊是露露腿，或者是不是那种很直、很直的腿，我觉得你们真的一定要买裙子，可以买一件裙子试试看。真的，我喜欢。对啊，好看，我也喜欢。对，我穿上去就哦，这么便宜，对，太便宜了吧？你就看在便宜的裙，看在便宜的那个面子上面，我买一件。这个才是 CP 值才高啊！对啊，对对。对对对 ，OK， 来，好，好，前面一点，好 ，Oh yeah， yeah， 我们结束了，各位 ，get 手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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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哟。等一下下播之后呢？是，哎、欸，还没有进入那个新的那个、欸、新的那个什么系统的系统，拜托，赶快进去，赶快进去登录一下，那个很简单，就登录一下而已。我的系统就是超懒人的，对啊，真的很懒人，那个系统就是为我们而设计的、啊，对，真的，就是很阳，不是很阳春，就很。很贵好吗？不是啊，很贵，不是我讲错了，老板，我讲错了。很顶，知道吗？很顶顶啊，很尖。就是我们的系统是真的，就是很对，很明了，很简单，可是很贵，真的很贵，我们花很多钱哎，真的用一下我们的系统吧。越简单就越贵，知道吗？对啦，对啊，对啊，你越复杂越便宜，因为它就很复杂，因为其实就没有人想去用，对啊，所以它就下然后如果你真的啊不会登录新系统的话，都可以私讯我们。或者是你有女儿啊、儿子啊、朋友啊，就请他帮个忙，好不好？帮个小小的忙，是帮你登录，真的很快，非常快，就第一次登录，后面就永无烦恼了，对，对不对？好，非常来哦，我们今天跟哦，昨天跟今天，我们线上有加一的，我们会抽两名惊喜福袋，不会让你们失望的福袋哦，好不好？好 ，OK 啊、哦，那等一下下播之后看一看就可以结单了，马上结单。马上结单，对，阿里克贝贝基，立马结单。那如果你还是要说想要再考虑一下，看看还有什么可以买的，我们最后的结单日是礼拜一，下礼拜一，下礼拜一，对，一定要帮我们完成结单。23号嘛，对不对？23号，我现在记起来，23号，对，收集密码救了我啊，23号、啊。对，下个礼拜一一定要帮我们完成结单，让我们的新系统支持一下，我们真的。花很多钱在那边，真的花了很多心思在上面。然后我们里面也设计的都非常的好看，对。然后还有影片哦，对，都可以点进去看，都可以点进去看哦。然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私讯我们，嗯，我们都帮你们搞定。各位，拜拜，拜拜，下礼拜见喽。还有什么要讲？没有了哦，下礼拜见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结束吗？